我是住觀塘啊，曾太啊，葉文芳啊，曾太。咁請問你住咗觀塘幾耐啊？先生第一手業主住到依家四十幾年嘅啦。咁而家重建之後，你經歷咗啲咩問題咧？重建咧，我依家重建咧就影響到我個生活咯，環境咯。依家咧市區重建局咧俾5000多元實用面積一尺俾我咧，我真係賣唔翻同區嘅七年樓齡，只係揸嗰筆錢去買翻同區40年嘅樓齡。第一個，第二個咧，我個天棚咧實用面積係400多尺，同我住宅嘅實用面積咧係400多尺。依家市建局俾我天台嘅實用面積8尺，只是計1尺的錢給我，我覺得非常不合理咯。大三個啦，咁啊，依家市區重建局咧，咁樣俾錢我，我賣唔翻，令到我個精神咧真係好困擾啦，日日瞓得唔好啦，日日發噩夢，即係瞓得唔好啦，瞓得唔好咧，自然精神咧就會好差咯。同埋嗰個環境問題咧，依家咧。依家我哋呢度係嗰啲排樓嚟嘅，喺隔離左右咧，都全部可以上得到去嘅天台上邊。咁依家咧，日頭咧都有啲男人似賊人嘅樣，係似，我就唔敢話佢係賊人似。喺我天台嗰度跳咗落嚟，我嗰日咧就好驚，就我見到一次係11:52，我已經食乜落個時間，我已經咧同啲社工亦都報咗嘅。就已經3次啦，同埋天台嗰個住客咧見到1次，同埋391號嗰個陳太咧都係見到1次喺度晾衫咧，那個男人突然間喺個天台嗰度跳咗佢落嚟，跳喺佢前面一跳落嚟，係似賊人嘅樣就唔知佢係咪賊啦？唔識嘅人係好陌生嘅男人咯，所以我就好驚。咁你依家你市建局咧，你唔依正嗰個七年重置同區嘅七年樓齡俾我，你係咁是但咁俾少少嘢我，俾少少錢我，我就係賣唔翻，我只係賣翻40年。咁我何必要搬啫？咁我只唯有咧，即係見一日就算一日啊！我都冇咩打算，依家咁樣搞我精神咧好困擾，我差唔多癲噶啦，就係咁咯。市建局即係整到我差唔多就癲噶啦。由開始重建到而家，你記憶中係你經歷咗幾耐呢個精神壓力啊？一年幾啦，每一日咧都喺不安嘅情況之下，個環境之下咁樣去求存咧，我真係俾重建咧整個壓力俾我咧，真係好大咯。我都唔知個個又個依家咧，依家你俾我賣唔翻嗰同區七年嘅樓咧，我依家咧都唔知點啦。呢8尺俾1尺，我冇理由啊嘛。咁你不如喺觀塘咁繁榮嘅市都入邊咧，你不如賣翻同區7年嘅天台400多尺，7年嘅住宅400多尺翻嚟俾我，我係有契噶嘛，我天台係要納税俾政府噶，我係有契噶嘛，你咁樣俾我，我真係好難接受得到咯。再加上天台係有10%嘅津貼，你市建局就唔依仗10%嘅津貼賠俾我，係唔啱咯。發俾我個文件啊嘛，附件二第15條，天台係有一個市值同埋有10%嘅津貼啊嘛，合乎房屋委員會嘅要求啊嘛，我係完全合乎，我係有契，係納税俾政府，我唔係話冇契，我係有契啊嘛。